他在看什么呢？好看吗，兄弟？啊、好看呀，兄弟，这腿比我命都长。那你命也挺长啊，兄弟。不行不行，这女儿人间少有，我不是来后一位。哎哎哎！哎，先来后到，懂不懂？啊，行行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还踮着脚，给他看什么呢？怎么回头看我呢？这是哪儿啊？跟你说话呢，看什么呢？哦，没啥没啥。那男你认识啊？不认识啊。不认识啊？没事，我就觉得他挺搞笑的。走吧。对了，薇薇。啊。你以后出门能不能你多穿点？你穿这么短，你不冷吗？冷啊！啊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走走走，不买了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电车没电，肯定是因为你，薇薇。我都说了，你那么胖了，还买那么多零食？你还怨气我了？你咋不说你胖点？我胖，我这儿壮，好吧？哎，对了，刚才你给那个男的看什么？他还扭脸一直看我。哎，向向啊，你不觉得咱俩现在特别浪漫吗？浪漫，电车没电，咱俩推着电车，您告诉我你怎么浪漫？我怎么会浪漫？我说的意思是，浪漫的是此时此刻的落日，浪漫的是路过的行人，浪漫的是这入秋吹过的阵阵凉风，浪漫的是此时此刻的你和我。